家好。上次课我们讲到了第四个问题，就讲到清政府传统思维模式的一种复归，那么讲到了他也质疑新思路的一个瞬息闪光点，那么还讲了第五个问题，讲到这个清政府的这种因阻制宜的办法。那么这次课呢，我们讲第六个问题。第六个问题的题目呢，叫做传统思维模式与严酷现实撞击下的权宜之计，以民之计。那么我们在前面曾经讲到，传统的这种以商制夷的思想，那么这种方法在鸦片战争以后虽然再一次被清朝统治者所利用，那么但是呢很快呢就遭到了失败。那么这种失夷制夷的思想，那么这种新思想呢可以说是稍现即逝，那么很快呢那么就这个被人们遗忘了，或者说清朝统治阶级呢并没有呢引起他们的一个应有的重视。那么这样就面对着外国的这种不断的侵略要求，以及不断的制造出的新的这种麻烦和纠纷，那么传统的思维模式很明显已经不能够适应这个形势的发展了，那么显得很僵化，不合时宜。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一种新的质疑方法悄然而起。那么这种新的这个质疑方法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是传统思维模式与严酷现实这个撞击下的一个权宜之计，那么这就是以民制夷的思想。那么实际上早在1840年8月，那么就是说鸦片战争刚刚开始爆发，林则徐那么就曾经向清政府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呢利用民众的力量来抵御英军，来杀敌御侮。那么林则徐提出来，他说呢只要利用民间的百姓就是乡井平民只要利用这个乡井平民亦尽足以治其死命。那么要求清政府允许这个对于英国人是人人得而诛之，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呢去杀英国人，说不论军民人等能杀夷人者，均按所限首级给予几种奖格。那么就说呢不论是什么人是士兵还是一般的百姓都可以呢去杀英国人，杀了英国人之后献上首级那么可以呢根据这个杀的英国人级别不同给予不同的这种奖赏。那么林则徐提出来的这个以民制夷的思想没有引起清政府当时的重视那么很多这个清朝统治者呀认为这是一种这个于事无补的一种清谈。那么客观的讲，那么在这个时候林则徐所提出来的这种组织民众来以民制夷的这种办法，那么确确实实呢具有很大的这种局限性。那么这种局限性我认为主要呢表现在这么两个地方。那么首先一点就是林则徐提出来的这种以民制夷的思想他的认识前提有误认识前提有错误。为什么这样讲那么他们认为这个英军只要一上陆地就没有任何战斗力了那么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他们认为这个英国人这个战斗力是在海上在船上因为这英国人呢只要一到了陆地上那么他就不如清军了。那么他说那么这个英国的这个军队士兵除枪炮之外积极不乏俱非所嫌，就是这个英军呢除了他的枪炮很厉害之外那么他到了陆地上击刺步伐就是这种跳跃拼杀这个不是他们所熟悉的而且他还讲说这个英军呢其腿足裹束紧密屈身解锁不便说这英军呢他们这个腿这儿都是拿这个布缠的很紧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的腿呢就不容易打弯啊，这个身躯啊就很不方便啊。说这样的话呢，这个英军一旦到了这个陆地上，到了岸上啊，更无能为啊，他就没有办法有所作为。那么还讲到啊，说这英军呢一到了岸上，则该移无他技能啊。那么这个英军呢到了陆地上就没有什么这个战斗力了，没有什么技能，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啊，也就是说他穿的衣服很瘦啊，那么打着绑腿啊，那么那个是缠得很紧啊，腰腿僵硬啊，一扑不能复起啊，他一旦摔倒了之后就很难自己再爬起来啊。那么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啊。那么正是出于这么一种误解，那么他认为啊，这个清军义兵啊，一个清军啊，既呢可以手刃数移啊，因为这个英军呢那么行动很不方便，一倒了之后起不来啊，那么清军呢杀这个英军呢就很容易啊，一个英兵一个清军呢啊，杀几个英军呢那么很容易的事情啊。那么这是他们认识上有个误解啊。那么其次啊，林则徐等人把这个以民制夷啊看得过于简单易行了啊，认为这个用这个老百姓呢来制夷这个很简单。那么林则徐在1840年8月给道光皇帝上的奏折当中，他讲到了啊，他讲了这么一个问题，说这个英军呢这个时候占领了定海啊，那么定海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舟山岛啊，说这个英军占领定海之后啊，那么定海的很多老百姓呢都逃到了大陆啊，都逃走了。那么驻扎在定海的英军呢，那么就发告示啊，就希望着定海的人民呢能够回到定海去。那么这个林则徐就说啊，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啊。为什么说一个很好机会呢？他提出来啊，说这个时候啊，这个清政府可以把清军啊假扮成是这个定海的居民，是吧？或者说呢，把定海的居民呢把它编练成团练啊，或者乡兵，然后这些人就说啊，你们英军不是希望他们回去吗？好，那么这些人就假扮成当地的居民回到定海啊。那么一旦这些人啊回去了，达到一定数量，哎，有很多人回去了，是吧？那么就是约期动手，约定一个时间，什么时候动手啊？他说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杀这个英军呢一个措手不及啊。说杀之如鸡狗啊，杀他们就像杀鸡杀狗一样容易啊。行见异类无疑啊，那么英军就会把他们呢啊彻底消灭啊，异类无疑啊。那么因此按照林则徐的一个想法，他认为只要允许老百姓啊持刀杀敌啊，说此风声一树不顺息间，可使米有结疑啊，就是只要清政府啊允许这个人们啊去杀军啊，是杀这个英军，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呢很快把这英军呢那么消灭掉啊。那么很明显呢，这个林则徐啊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这种以民制夷的思想啊，那么确实带有很大的这种局限性。那么后来呢，在中国人民反对英国侵略的斗争当中啊，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那么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那么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1841年的5月。那么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之后啊，那么接着呢就是一个广州人民啊反对英军呢进入广州城的斗争。那么经过三元里和广州人民反对英军进入广州城的斗争啊，那么而且取得了一定胜利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就使得很多清朝的统治者啊认为啊，广东民情非不可用啊，就他们认为广东地方这个老百姓啊是忠君爱国的啊，具有强烈的这种反对外国侵略的这种意志啊，说广东民情啊非不可用啊。那么还提出来说，民为邦本，民心坚定则国事自彰啊，说只要老百姓是吧能够坚决的起来，民心坚定去抵抗英军
啊，国势自彰，那么中国大清朝是吧，那么它的这种威望啊，那么它的这个地位那么就可以提高。那么他还讲说，外夷之所惮者在此啊，那么外国人所害怕的那么就是这些事情，内地之所恃者亦即此啊，说我们内地所依靠的也是这些东西啊，什么呢，就是要发动老百姓啊，以民来质疑。1848年2月，那么道光皇帝呢就给这个新任的两广总督徐广进啊颁布了一个谕令。那么道光皇帝在这个谕令当中就指出来啊，说为将计重在安民啊，就是你这些封疆大吏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是要安抚百姓安民啊，为将计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迷啊，只要民心不失啊，那么就可以抵抗外侮。那么因此他就要求这个徐广进呢，以后凡是遇到老百姓是吧，和这个英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发生这种交涉啊，不可沾寻迁就，有失人心啊，不能够对外国人呢进行这种妥协啊，失去中国人啊人民的这个人心。明确着要求徐广进要以诚实结民情，以计迷办遗物啊，那是说要他重视啊百姓，不要失去人心。那么徐广进就明确表示说自己呢将用民以制夷啊，用民以制夷，也就是说呢是以民要要以民制夷啊。那么这是1848年2月啊，道光皇帝给徐广进的一个上谕当中谈到的这么一个思想。那么1849年5月啊，那么英国人呢因为慑于啊这个广州人民这种强大的反抗声势，那么就放弃了啊进入广州城的要求。那么这个事情呢对于这个道光皇帝呢应该说有很大的鼓舞啊。那么道光皇帝听到这消息之后啊非常高兴啊，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啊。那么这个时候道光皇帝就更加明确地提出来啊，说该夷既不为兵而为民啊，说这英国人呢他既然他不怕清政府的军队是吧，反而呢怕老百姓啊，都是因为这个广州人呢这个反对英国人进入广州城是吧，后来这英国人呢啊就是暂时放弃这种要求。那么道光皇帝认为呢这是英国人是吧不为兵而为民的一种表现。他说该夷既不为兵而为民，则收服民心，即可化其骄而治其命啊，就是明确表达了一种利用老百姓的力量，利用民众的力量是吧来制服英夷。应该说啊，这就标志着清政府以民制夷思想已经最终形成了。那么在鸦片战争以后啊，那么确确实实出现了一个啊以民聚夷的啊这么一个大的一个事情啊，或者说出现了一个清政府啊引以为自豪的以民聚夷的啊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事情啊。那么这个事情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啊，从1843年到1849年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那么下边我就把这个问题啊，就是把英国人、中国人啊，就是广州人民怎么样抵抗外国侵略啊，反对英国人进入广州城这个事情呢啊，那么在这儿呢做一个这个讲述。鸦片战争以后啊，那么英国人就歪曲南京条约当中的一个条款。那么他是讲，那么既然清政府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对英通商。啊，那么这个英国人呢就可以进入这些通商口岸啊，或者说英国人呢就可以进入广州城。那么因此英国人就多次要求啊要进入广州。那么但是广州的人民啊就坚决反对英国人进入广州城。那么这样的话呢，到了这个1846年1月啊，英国的这香港总督啊叫做德辟时，那么就向齐英呢发出了威胁啊，说他们呢将采取武力措施啊来进入广州城。
那么当时齐英呢，就试图采用这个以民聚夷的办法啊，用民众力量来抵抗外夷。那么齐英呢，他是采取了这么几个办法。那么首先一个方面，他就召集广州的这些士绅啊，一些地主士绅啊，跟他们说，说现在我要公开的贴出一个告示啊，说我表面上呢是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啊，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顺移情啊，就是顺应这英国人呢要进入广州城这么一个要求啊。他说，但是实际上我是希望贴出这个告示之后，引起物议沸腾啊，引起老百姓的不满啊。那么然后呢，我就说重度难犯啊，老百姓不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以这个呢去回绝、去拒绝啊这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啊，这是齐英的啊想的这么一个办法。那么同时他还做了一个布置啊，就是呢他去告诉那些啊小士士绅啊，就是对于他来讲，他认为呢比较政治上啊比较值得信任的那些深明大义的士绅啊，告诉他们啊，让他们呢密为错置，让他们秘密的去做一个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让这些士绅到下边去撕掉齐英所贴的那个告示啊，然后呢再贴一个告示啊，贴一个什么呢？就是反对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啊这么一个告示。那么很明显，齐英这样做就是希望利用民众的反对来去对付英国的侵略。那么但是事情的发展可以说呢是出乎齐英的意料之外。那么广州的人啊，广州人民在反对英国侵略的同时，把斗争的矛头同时指向了齐英啊，因为这些老百姓啊不知道齐英他的真实想法啊。那么因此这老百姓就贴了一个告示啊，就说呢，说如果说啊这个英军进入了广州有这个不测的话，那么我们中华的老百姓是先杀沟通卖国之奸官，然后与鬼子决战啊，如果英军进了广州城，那是先杀啊中国的奸官，然后再同这个啊英国鬼子再进行决战。那么对于这个事情啊，那么齐英呢是感到非常的意外啊，也感到很为难。那么因此齐英呢又一次发布一个告示啊，他这个告示当中呢他就讲了这么一个意思，他说以前我所发的告示啊，说本来是希望出了告示之后呢体察一下民情啊，然后呢再斟酌办理，就是看看老百姓你怎么反应啊，然后我再怎么办啊，说并不是就是准许了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啊。那么而且他还说，他说这次交涉当中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啊，细微曲折，具体的细节实有不能便告而百姓之处啊，说具体的细节呀，这些外交方面的东西啊，这个详细的东西是不能告诉老百姓的。那么他说对这个事情啊我是很有信心的啊，说得此心实堪有自信，恨不能抛心相视耳啊，说这我很自信啊，但是我很难呢把我的心掏出来让你们看一看。那么这个齐英呢本来是企图利用民众的力量这个反对这个英军进入广州城，那么但是呢啊这个老百姓啊不了解情况啊，那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齐英啊。那么这个时候英军呢也这个冲到了这个广州城外，是吧，把广州城外的炮台的炮眼都钉死了啊，这个炮呢就失去了这种作用啊，准备要强行进入广州城。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啊，那么这个齐英呢那么就和英军做了一个谈判啊，谈判之后就什么呢，就说这样讲，说英军先不要进入广州城，因为广州人民的坚决反对啊，说你过两年之后，是吧，我们给老百姓做工作啊，两年之后你再进入广州城。那么这样这个英军呢那么就当时没有进入广州城。那么过了两年，到了1849年，英国的新任驻华公使文翰啊，那么就要求清政府来实践这个诺言，是吧？两年了，到了啊，那我要进入广州城了啊，要求清政府实现这个诺言。那么这个时候，
清政府啊，就试图以民众的力量啊，以民众的反抗来吓退英军，还是企图这个要以民制夷。那么道光皇帝就训令这个两广总督啊，徐广进啊，让他向英国人说，说什么呢？说天朝外则礼重怀柔啊，我们大清天朝对外啊是讲友好的，是讲信义的啊，内则允服舆论啊，对内我要适应民心，是吧？好恶同民。那么而且他让徐广进和英国人讲啊，那么实际上对英国人进行威胁，说现在广州城内外是吧，有很多这个老百姓都组织起来了啊，组织起来的团练不下十余万人，那么如果英国人一定要进入广州城啊，就难免呢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啊，老百姓群起攻击啊，这个清政府的地方官没有办法约束啊，那么他说即便事后清政府的地方官府对这些闹事的人给予惩处啊，但是英国人已经受到了重创。那么他还讲啊，说你英国人来广州是干什么呢？你不是为了进城，你是为了贸易，是吧？那么因此呢，你如果是因为进城而影响了贸易，那么就很不值得，是吧？那么他认为通过向英国人讲述这些道理，英国人呢就会放弃进城的要求啊。那么这是当时道光皇帝的一个想法啊。那么他的想法应该说很简单啊，也很天真。那么但是英国人并不像道光皇帝所想的那么样啊，那么容易得到满足啊，或者说那么通情达理。那么英国人啊，那么就提出来，如果这个时候不能够让他进入广州城啊，那么他要采取武力措施啊，要阻止清政府的漕运啊，就是阻止清政府的这种漕粮从南方的通过大运河运到北方来。那么这个时候啊，徐广进感到呢，这个是排解依从两难啊，依从于英军啊，那么感到很困难，排解不这个不答应啊，拒绝他们的要求啊，那么也很困难。那么因此徐广进就向道光皇帝来请示办法，说到底应该怎么办啊。那么道光皇帝给徐广进出了一个主意啊，他说怎么办呢？他说你可以这样做啊，说你呢找一个时间酌量日期暂令入城观瞻啊，就是你找一个时期让英国人到广州城里面去转一转啊，参观一下，观光一下啊。他说这样做一个方面表示清政府我已经实践了条约了啊，允许你进城了，对吧？那么另外呢也可以使英国人啊有一个可以自夸的这么一个借口啊，说我也进入了广州城了啊。那么这样做的话呢，他认为呢对于双方来讲都有了一个下台的一个台阶啊，这中外呢就可以呢啊这种折中了事啊，含混了事啊。那么这是道光皇帝呢给徐广进啊提了这么一个办法。那么这个时候徐广进啊，他的思想又发生了变化。那么徐广进看到这个时候啊，广州城内外啊有十几万啊这个团练义勇，是吧，反对英国人进入广州城。那么他是讲在这个时候如果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可能会引起很大的啊这种麻烦。那么因此呢，这个时候徐广进和这个广东巡抚啊这个叶明琛，那么他们都认为啊这个时候啊很难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啊，很难这样。那么他们是提出了这么一种说法啊，像这个叶明琛啊，他就分析了这种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引起的这种内忧和外患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冲突。那么徐广进和叶明琛他们看到了这个时候的英国人面临着很多困难啊，你比如说缺乏兵饷，是吧，这个遇到了这个清军啊和广州人民的反对啊，那么他们的处境实际上也很困难啊。他认为这个时候英国人
对清政府进行啊这种威胁，只不过呢是一种虚声恫吓啊，是一种外强中干的表现。那么因此他们就分析了啊，如果说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啊，那么它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危害啊？那么他是这样讲啊，他说呢，如果说晚阻英国人进入广州城，晚阻啊，很婉转的劝阻英国人不要进入广州城，说呢，如果说晚阻之，未必拒开边信啊，阻止英国人进入广州城，未必马上就会出现这种啊矛盾啊，出现这种战争，轻许之，必致利起兵端。如果轻易答应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啊，那么马上就会出现这种战端啊，出现这种战争。那么他说啊，且阻其进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说阻止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如果出现了战争，那么我们还可以依靠老百姓，是吧？则众志成城，有爪牙之可恃。如果说许其进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致内外交讧。如果说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那么引起了战争，是吧？老百姓也不满意，会内外交讧啊，人心瓦解，没有可依靠的力量。那么因此呢，他们在给道光皇帝上奏奏折当中提出来，是吧？说我们要召会英国公使，告诉他们啊，民为邦本啊，民既不从，大皇帝亦不肯，佛百姓以顺远人啊。他说他要告诉英国人，那么大清皇帝呢，也是以民为邦本。这个大清皇帝也不能够违反老百姓的意志来顺从夷人，那么也是说他们希望采取这个以民制夷的办法，阻止英国人进入广州城。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啊，英国人宣布啊，暂时不再进入广州城了啊。就这样呢，这个清军呢啊，这个清政府呢取得了啊这种所谓的这个以民制夷的啊这么一个胜利。那么这个胜利，那么对于在这个外交交涉当中屡次失败的清政府来讲啊，实在是大出意外了。因为什么呢？他们在以前还非常担心呢中英之间产生这种战争，是吧？在调兵严防啊，为中外决裂啊而忧心忡忡。他们没有想到，就在这种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啊，突然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那么他们对于啊这种形势的变化之快啊，结果之好，可以说呢是出乎意外啊。那么叶明琛啊，那么他就讲啊，他说呀，这个英夷啊是贪得无厌，已非一日。说是很难用礼遇所相劝的啊。说这一次呢，没有清军没有采取任何这种啊这种强力手段，是吧？说是锋刃未交，梗顽顿解啊。那么他感到很意外啊。那么道光皇帝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也是大喜过望啊。那么因此道光皇帝对于徐广进和叶明琛啊是非常的欣赏，颁布一个上谕，就讲说这两个人对于非常棘手的事情啊不动声色，使彼自屈啊，就是不动声色，使英国人自己就放弃了进入广州城的斗争啊，进入广州城的这种要求啊，说没有丝毫的勉强啊，说这个做法是吧，较之军功犹堪加上啊，比采取战争的办法那么要更值得这种奖励。那么因此这个道光皇帝那么就赏给了徐广进一个子爵啊，公侯伯子男子爵一个爵位，允许他戴双眼花翎啊，赏给了叶明琛一个男爵啊，也可以戴花翎，而且准许呢他们的爵位世袭啊。那么当时道光皇帝对于取得的这个以民制夷的这种胜利非常高兴。那么但是这个以民制夷也并没有真的从根本上改变清政府在对外交涉当中的这种啊失败的命运啊。
那么后来在这个英国侵略者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军事压迫之下啊，这个以民治夷这种思想呢，最后也遭到了破产。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后边还会继续讲到啊这些个问题啊。那么这个关于以民治夷的问题呢，我们就讲到这里。